真肥呀、啊，木肥。被吓跑了。保证画面是平稳的。咋不叫？鸟会吃。我靠！这么小的鹅，我第一次见。拍不出来。你要拍一下你的脚才知道这个楼梯有多陡。咦，好陡啊！你走前面。你一个，你看连小朋友都自己。这也不走。
的人，看到这个。咦。你让我怎么过去？你让我情何以堪？你让我这个胖子怎么过去？ Oh my god！ 看着点，看着脚下。我爬过去，蹲下，爬过去。我操！啊！捏捏。这里也好看。蝴蝶吗？靠近一点。都看不清哈。这有个知了。看了吗？这里看不清啊。这里就看得清了。你们看啊，这有个知了。拍不清楚啊。手机有点，手机有点不清楚啊。你把它。真凉快。哦，下面有个亭子，去坐一会儿吧。啊。
抱莲台，就在上面200米，免费参观。好吧，先坐会儿。欢迎光临。去不去吗？